在这一边它告诉我 log q x y 等于三和 log q x square y cube 等于四，它叫你找出 log q x 跟 log q y 的 value， 然后接着呢再找出 x y 的 value， 如果 q 是等于二。So, 首先我的这个 log q x y 等于三的这一个呢，我可以跟它拆开。OK， 我们知道加会变成乘，所以乘呢它就变成加 log q x 加 log q y。会是等于三，这个是我的第一个 equation。接着这一边呢，这一个呢，它是这样的。OK， 我把它拆开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了那个二 log qx 加三 log qy 会等于四。OK， so 这个是 equation one， 这个是 equation two。然后我们细毛填的 equation 做掉它，我就可以拿到它答案了。So 你可以看，就是说我拿 equation， 然后第一个 two unknown， 然后 e 等于 e 等于三等于二等于三等于四等于，然后我拿到的是五跟减二。OK， 其实非常简单，我直接拿我的 equation one 来乘二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二 log qx 加二 log qy。等于六，这个是我 equation three， 然后我可以拿我的 equation three 来减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这个减这个，这个减这个没有，这个减这个 ，OK， 因为我的这一边，我的这一个 x 的部分是一样，然后它的sin 也是一样，所以我可以直接用来减，所以我这一边就有 log qy 会是等于四减六，然后减二。然后我就可以 sub 我的那个 log qy 等于减二 into 我的 equation one 里面，然后我就有那个 log qx 加减二等于三，所以我的 log qx 会是等于三加二等于五。So 我这一边就有 log qx 等于五，然后 log qy 等于减二，它告诉我 q 是二。所以我的 q 等于2的时候呢，我的 log 2 x 等于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2 power 5， OK， x 等于那个2 power 5，然后就32 248 16 32，对，所以 x 等于32。然后我的 log 2 y 会是等于减2，所以我的 y 是2 power 减2 ,2 power 2 14，所以我拿到我的 x 等于32 y 等于 14， OK，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